六日，后天，八日就是立冬。立冬按照整个地球绕太阳这个转一圈，现在到达黄金225度，然后天气呢就由下雨的湿度渐渐变干，然后气温骤降。所以大家要好好的保护喉咙，防寒啊这些。当然，像今天就，可能是后天才是，立冬嘛。所以今天还有一波，早上到昨天都颇热的，热到我全身流汗的，这很夸张。然后到现在呢，又开始降温了。所以听说明天会温度比较凉，就大家都要小心一点啊。好。我们的大安自然书一课，李商隐登乐。